我们看第八题，我们来解这个不等式，这个先给它因式分解，好的 x 减三 ，x 加三，那这个我们看判别式，判别式大于零，所以可以因式分解。不过这因式分解的话，等于零的部分多少呢？这 x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二 a 分之负 b， 好，负 b 的话就是三。加减多少呢？根号 ，b 平方 ，b 平方的话呢是九，减四 ac， 加上四，所以是二分之三加减，根号是三，所以的话你把它画出来的话是这样子，根号是三的话呢是多少？大概是，四是十六嘛，大概三点多了，三点多的话哈，这是六点多，除以三，三点多，所以一个是三点多，一个根是三点多了，啊，另外一个根的话是零点多嘛，所以的话它是多少呢？三点多的话是最大根，就是。二分之三加根号是三，啊，这还是三，哦，三的话呢是这里，这三点多了，三，啊，这还多少呢？这还是那个，这个负零点多的，负零点多的是多少呢？二分之三减根号三，根号是三，啊，这还是负三。哦，啊，所以是正、负、正、负、正。哦，就是说哈，这个可以因式分解，因式分解成多少 ？x 减掉多少？二分之三加根号是三。啊，乘的话 ，x 减掉呢？二分之三减根号是三。哦，啊，这是大于等于零，啊，大于等于零的话，你把等于零的那个点的话标出来了，啊，正负正负正，哦，就是四个，x 如果是大于二分之三加根号三，这一项是正正的，每一项都正大于，他说介之间的话有一个是负的，啊，其他是正的，那以此类推，所以呢，它的解的部分就是这个正的部分。所以它的解哈，就是 x 小于，对了，大于等于小于等于负三的哈，或 x 小于等于三，大于等于二分之三减根号是三，啊，或者这个区域 x 哈大于等于二分之三加根号是三。有这三个区域。